啊，各位同心，大家早安，大家好。哎，啊，拄好听到咱这个班长吼讲，4月1号是啥物日？哎，对，行宪纪念日。啊，10月25号迄天叫做啥物日？停战日啦，毋是终止日。那终战应该是。1952年4月28号旧金山合约生效迄天开始终战日，10月25号迄天是一个投降典礼的日期呢，吼，唔是迄个主权移交日，哈。那么咱拢用甲68年讲迄天叫做光复节，错误啦，吼，咱用骗笑的，咱有增笑的，所以迄天以后咱民政府之前我建议迄天。甲改做愚人节啦，嘿啦！啊，4月1号开始，咱的大日本国会这个行宪纪念日，哈、哦，诶，明治宪法的行宪纪念日，无唔对，嗯。那么，伫美国，哦，我即摆讲一个故事啦，哈，因为开一个外科医学协会，哦，国际外科医师学会，就是一挂。世界各国的精英，世界各国的精英在美国开这个学术研讨会。那么在下午喝下午茶的时候，就有日本、台湾还有美国的医师啊，在茶水间聊天。那日本的医师就外科医师就说：“我们日本的外科哈，显微技术已经很先进。我们10年前。”有一个小朋友，啊，两只手被火车压过去都碎掉了，我们用显微微那个手术把它接回去。10年以后，他参加世界钢琴比赛得到第3名，啊，那表示什么？接的那个神经都有通过，好，好，那美国说啊，那有什么？我们美国也很厉害啊，也是一个年轻人车祸啊，10年前车祸。截肢，然后我们把鸵鸟的脚给它装上去啊，它去参加奥运会，得冠军了。那台湾的那个就咪咪啊笑了哈。那美国跟日本，哎，那你们台湾怎么样？啊，我们台湾，我们20年前哦，也是有一个年轻人，他车祸，头脑撞破了，脑浆都喷出去了。我们也把他送到医院，我们把他把猪的脑袋给他移植进去哦。他现在在台湾当总统，真的是猪脑袋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现在日子过得很痛苦的原因之一哈。OK， 好，我怕你们还没有睡醒呢。好，那我们开始进入我们昨天没有讲完的。继续把它看能不能讲完。好，那么美国的雷根总统，他对台湾这6项保证讲了些什么？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美国无意对台湾军售设下截止日期。但我要解释一下，对台军售这个已经在1979年以后，所谓的对台，这个台是台湾治理当局。不是说中华民国，可是背后还是中华民国的那个老班底在统治台湾，好，所以这个不是对台湾人来卖武器，这个台是台湾 authority 啊，就是台湾治理当局啊，这是台湾关系法里面的用词哈。好，那么第二，美国不会就对台湾军售的议题事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上。好，这个对台，另外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对美国所有的驻外使馆啊、领事馆有通令，不可以称中华民国啊，只能说台湾啊。他所谓的台湾都是在讲台湾治理当局啊。那么美国的官员也不可以在公开的场合跟所谓中华民国的官员啊。一起吃饭啊，或者开会啊。好，
美国不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第四个，美国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因为台湾关系法很多台湾人都认为它是保护台湾，没错，是保护台湾，但是也相对的保护到流亡的中华民国的难民。第五个，美国无意扮演台湾海峡两岸的中介者，美国不能施压迫使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展开谈判，这也是雷根对台湾的一个保证。好，第六，美国不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有主权的这个主张，因为你如果有支持中华民国有这个主张的话，他等于就出卖了我们台湾了，所以他 要保证说他没有支持中国的说法，因为中国一直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错误的。自从我们秘书长告美国以后，美国开始宣判，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不讲刚刚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概有三年多没听他讲这句话，他们现在都改一个叫做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利益，对不对？所以从这样来讲，蒋经国非常害怕最后的一根稻草八一七公报会压垮蒋家的政权，所以透过管道强力要求美国雷根政府要对台湾有一些新战喊话，这等于是一种新战喊话。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其他国家对台湾有任何的保证或者承诺，这表示从我们他为什么要保证，就表示台湾跟美国有相当的关系，那这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存留下来的问题，美国还没有完全把台湾的问题处理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确实是美军占领台湾，所以他要保护台湾，不是中华民国在保卫台湾，我们要搞清楚。所谓他们说那些老兵很辛苦，都战威兵在保卫台湾，错误，真的保卫台湾是美国的第七舰队，没错。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中线在巡弋，就是两个作用，第一个不要让蒋家政权借机会要反攻大陆，也不要让毛泽东政权他们那个解放军武力犯台，这是美国的一个军事跟政治上的安排。好，在台湾的新竹乐山有一个雷达基地，上面它是挂着美国国旗，这个在海拔2000大概650公尺的高的地方所盖的，当初预算是大概300多亿，那后来2008年马英九当上总统以后，美国警觉到这个统派的马英九很可能会出卖美国的一些军事机密，所以他要求马政权要追加预算差不多100亿，追加到快400多亿才把它盖好。那100多亿是做什么？就是多加装一些加密的设备的设施。好，那这些钱还不是都是我们台湾人辛苦赚的钱缴的税金交给中华民国，然后他再交给美国去做这个。这个都是美军美国来装设的，那么里面操作的人员都是美军，只是他都穿便服。那么外围侨委兵呢他是中华民国兵所以这里面他这个雷达是最先进的，叫做铺路爪雷达，它的扫描半径是3000公里，所以可以扫描到内蒙古，包括北韩北韩它在发射大浦洞飞弹，我们这个雷达站都可以征收到。那么这些征收到的资料都通链接到
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那边去。那么我们台湾要得到这方面的资讯，那要看美军那个机密的层级比较低的，他有可能让你就是透露一些给你的各空军指挥部，然后海军指挥部没有司令部了嘛，哈。所以主要的重要讯息通通美军在掌握，哈。中华民国各指挥部只有被动接受他要什么资料给你，哈。OK。好，那么哪一国在替我们台湾的渔民在护渔，哈？我们去年的大概四月份发生琉球、屏东琉球渔民的那个渔船啊，那个船长被菲律宾的公务船他们开枪打死了啊。那么台湾整个民怨高涨，因为人对马英九那软脚虾哈非常失望气愤，所以在舆论的压力下，马英九就刚开始派那个海巡署什么海巡那个。什么舰？我忘记了哈，就是最大的什么什么新新字背的哈，海新舰还是什么？结果还是被啊，不是，基德舰是军方的，我是海巡署的哈，德新舰啊，想起来德新舰，结果那个压力还不够大啊，就是对菲律宾施加的压力，你用海巡舰等于是警察部队。出动而已，好。那么民意还是不接受，所以马英九又派这个海军的基德舰出航，要去护渔。啊，我们知道昨天我们秘书长讲了，上面挂着美国国旗，下面啊、哦、中央才是中华民国的车轮旗，就代表摆在最高的就是这整艘船的指挥权是在美军手上。然后出动这一艘还不够，后来压力之下，他又出动空军那个 F-16M， 结果 F-16 也摔机，又出动那个幻象2000也摔机，啊，都闹鬼哈，蛮久有搞闹鬼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国的三军，他的暂时的指挥权在美军太平洋司令之手上。只要一有状况，整个中华民国的三军都是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在掌控、在调度啊。所以为什么刚刚看到那个这个会挂美国国旗，就表示这个船是美国在指挥的啊。这跟韩国类似啊，韩国现在他们军方的那个指挥官。是韩国人，副指挥官是美国人，但是如果南北韩战争的时候，是副指挥官起来指挥军队的啊，所以原来三年前美韩军事那个协调会的时候，已经有协商好，准备今年2014年要把暂时的指挥权移交回给韩军，结果因为。两年多前发生韩国的一个天然舰啊被击沉，所以韩国的军方又向美军要求说暂缓执行2014年的暂时指挥权，战争的时候的指挥权移交还给韩国，还是依照原来的啊继续让美军掌管啊。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美军真的是占领台湾，所以他才可以这么样的，连部队都是他在调动啊。只是平常没事的时候，美军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中华民国在这边在台湾混啊。可是真的如果状况紧急，美军就会直接出动啊。好比说，2000年陈水扁刚当选总统，那时候。蓝军的那个极右派的，他的军方就有准备要政变哈。可是，在台湾，美国有2000多位
CIA 的人员在台湾，他们得到这个消息，马上在琉球那边，琉球基地就准备一些机动部队，准备要来台湾了。而且那时候 CIA 就向 AIT 反映，由 AIT 的管道去跟军方讲，你南部一些部队准备要集结，要往北开，要准备政变，那些部队你要控制好。好，你没有控制好，我就把整个往北的那个桥梁炸断，啊，让你没有办法北往北。所以军方知道他已经事机败露，所以就停止政变的这些做法。所以说，平常美军平常不动声色，他就监控你而已，啊，监控你中华民国。OK，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贺电的意思哈，当前流亡的中华民国总统都要接受美国的贺电来承认啊，这正如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号一样哈，从蒋介石那时候的一脉相承啊，以前都是用等于说派令的哈，让蒋介石当来台湾啊，来当台湾的管理当局。好，那么2004年3月20号，陈水扁又当选总统，那次是因为枪击319枪击案哈。当时候连战跟宋楚瑜联合，他们打算说他们两个联合起来至少有60%以上的选票，所以枪击案例发生，那个陈水扁打电话跟他们联络说是不是要停止选举，连宋说不用，他们想说明天一投票我就是选上总统了哈，继续选没有关系。可是没想到这个枪击案造成很多本土台湾人的愤慨，哦，本来不想出来投票，通通跑出来投，所以又赢了20000多票，换算起来正好是赢了0.228，哦，这个很奇怪，这个数字怎么会跟228事件这个228这么相符啊，哦？好，所以阿扁一当选总统，蓝营的很不甘愿，所以他们就去霸占凯达德兰大道哈，所以在那边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而且这一个礼拜美国的贺电都一直没有到，以前都是一当选很快那个美国白宫的贺电就到了，结果等不到，那陈水扁就透过 AIT 的管道请那时候的夏新哈那个在台协会的处长就打电话回去问白宫，白宫跟他回答说，只要中华民国的中选会，好，把那个当选公告贴上公告栏，半个小时内，白宫的贺电就会到。好，所以当那个中选会的那个，主任委员黄石成，他去贴那个公告的时候，蓝军的也知道他要贴公告，就挡着不让他贴。那绿军的就拥护他、维护他，让他去贴。可是，一贴上去，马上就被蓝军撕掉了。可是现在相机很快啊，他是连拍的，啪啪啪，瞬间就把他拍下来，把那个照片传到白宫。所以半个小时内，贺电就来了。这贺电一到，蓝营的他知道大势已去，因为大老板已经确认陈水扁已经当上下一任的总统，好，所以他们就整个溃散了，就闹不下去了，他知道大势已去，所以那一个礼拜绿军的在等待白宫贺电那个心情一粒铁到铺里半空中，那个心情我想台派的人都应该记忆犹新。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美国才是大老板，就好比一个公司，比如我说用麦当劳来讲，等于说一个麦当劳总公司派，以前是用派一个总经理来台湾管台湾的麦当劳分公司，以前是派蒋介石来当总经理，好，现在已经民主时代开放，让你们用选的，让你们台湾人来选一个台湾分公司的总经理，好，现在
选上了叫做马英九，可是还是要美国董事会那边签署一个文件，哦，等于说任命状哈，才可以任命你真的当了下一任的总经理啊，是这个意思。好，美国才是老板啊。OK，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些军事基地的对比哈。菲律宾，美国有空军的那个克拉克空军基地，还有一个苏比克湾的海军基地。那么琉球有加索纳空军基地，还有普天间基地。好，古巴有一个关达纳摩湾基地啊。那么台湾有一个清泉岗空军基地。好，你注意看，这四个地方，通通是因为美国跟美国打仗被占领的地区啊，被割让的地区。好，菲律宾跟古巴，它是美国跟西班牙战争割让出来的哈。但古巴是放弃，好，跟台湾一样。那从这里看，通通都是以前被美军占领的地方。好，从上面我们所看，所有的基地都是美国军事占领地所设的军事基地。好，那么依照国际法、战争法的规定，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好，啊，另外一句话叫做，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就好比说，二次世界战的时候，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带了一些军工教的人流亡到那个英国伦敦，他不可以在当地施行他的行政命令，叫英国人要听他的管辖，不可以哈。好，那我们来以伊拉克当个例子啊。英美联军啊，在2003年的3月19号开始攻击伊拉克啊，然后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哈，就完成对伊拉克的军事攻击，而进入这个叫做善意的占领期啊。好，可是到2009年4月30号，英军首先降旗撤军，啊，因为那时候英国本身财务也有问题哈，啊，英国人也反战了哈。好，2011年12月15号，换美军降旗撤军。只有留下200多人当作伊拉克的军事顾问。当初2003年的时候，去打伊拉克，账面上的账是大概3000多亿美金，哇，3000多亿美金对我们台湾来讲也是天文数字哈，都快1兆台币了哈。其实差不多账面没有算的，大概要4000多亿美金哈，花了那么多钱。也死了1000多个美军，结果还是要降旗撤军。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国际战争法有规定嘛，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你不可能说把伊拉克占领以后成立美国的第51州叫做伊拉克州，不可以。好，所以你到时候还是要还政给当地的伊拉克所组成的民政府。好，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你在占领多久都不会是变成你的，就好比说中华民国，你把它当作说他是来台湾当管理员啊，比如说有一栋大楼叫台湾大楼，你在那个管理室当管理员，美国派你来这边当管理员，你这边管台湾这栋大楼管68年，这一栋大楼不会变成是管理员的啊，这样应该懂我的意思啊。所以包括以色列当初去占领戈兰高地哈，哦，加沙走廊，占领了38年，还是要依照联合国的决议撤军。哦，占了38年，他们也在那边设屯垦区，哦，做了一些农业设施，都很完善了，可是还是在国际舆论之下说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所以他只好还是占领了38年，他还是撤军。好，所以我们现在美国军事政府虽然委托中华民国政府在占领台湾已经68年，可是因为我们秘书长
2006年4月24日控美案的判决，解除对台湾军事占领的日期应该不远。昨天秘书长讲，大概今年的6月到8月，美军就要进来，就是差不多也我们受训的人员已经可以达到4000人，那美军所有的部署也都差不多了，包括内湖的那个新的美国基地，占地大概7甲地，大概2万坪，那是美国在台湾，等于说在东亚地区一个最大的一个军事指挥基地，是电站基地，所有的美国驻外使馆花最多钱的就是台湾内湖这个新的美国一个新的使馆。那么北京还有伊拉克，伊拉克是最大，可是花的钱不是最多。北京还那个金额还是被我们台湾内湖那个比下去了。我们核发这个身份证的法源，我们来看一下。你看我昨天有讲了，我们可以分类 TW 的身份的人才可以当公教人员，才有参选权。我们依据的法律是第一个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合约第二条，还有第23条，还有台湾关系法。我们是有这些法源，还有依据美中三个公报，三个公报就是美国跟中国的建交公报，还有上海公报、817公报，还有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一个中国政策，很多台湾人他也有国民党嘎嘎派，他说怎么是一个中国，那我们中华民国呢？你看美国讲的这个一个中国是大部分的世界的联合国的成员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可是我们台湾人在捍卫中华民国。他说怎么可以一个中国政策，那我们中华民国呢？有没有是不是他个派人才做老辈？好，美国宪法这当然一定的，还有我们美国军事政府管辖下台湾民政府参议院所通过发布的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就是依照这个我们才可以发刚刚那个身份证。好，这个是美丽的台湾，真的很漂亮，这是我2008年去爬山拍的，这是东海岸，不是清水断来，这个还不是，这个山不高，这个山大概只有500-600公尺而已。这个是在满洲再进去往东边东海岸那边。好，台湾真的很漂亮，你有没有爱台湾？有，江泽民对，江泽民、胡锦涛通通爱台湾。台湾就像一个美丽的女孩子，人见人爱，可是虽然不虽命，所以400多年来都是这个国外的统治者进来统治，我们台湾本土台湾人从来没有好好当过当家做主过。好，你注意看，这是一个军事基地。好，我们从400年前荷兰人来台湾，我们就一直在当人家的基地，荷兰人来当做贸易的基地。好，然后郑成功来，他是反清复明的基地。好，大清帝国来，它是就是捞钱，捞钱的基地。大清帝国来，只会都是贪官污吏来的，他们只能来三年，就一定要换网，所以三年官，两年末就是落地啊，地价摸，就是贪污，所以有一句话讲三年官，两年末。好，然后日本打败大清，日本人来了。他把台湾当作南进太平洋的南进基地，他发动太平洋战争嘛，然后换蒋介石，中华民国来，我们又变成
反攻复国的复兴基地，哦，弄在这两个基地，哦，所以你看，这真的是，这是九鹏啊，飞弹的那个发射的一个实验基地，啊，啊，所以变成说，台湾都是一直在当别人的基地，啊，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掌政权以后，啊，我们要好好发挥我们爱台湾的精神，好好来管理我们台湾，让台湾真正的成一个美丽的宝岛。好，谢谢各位，谢谢，下课。各位学员下课休息十分钟，啊，下课休困早点精。厉胜全先生，啊，陈秀碧小姐，啊，你们学员证照这边哈，啊，过来找我拿一下，谢谢。